出发了耶，真开心啊！行了行了，不录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磊，我现在已经化好妆了，然后一会儿就要去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晚，然后第三次彩排了。走吧。想说吗？你要告别这个发型。非常啥颜色？头发护发的颜色无所谓。我是一个不在意这些东西。直通春晚，我看有个粉丝说，看到吴磊露出了没见过世面的表情。真的很狂，哇！你知道多高吗？就是非常高，都没有用威亚，真的很狂。没想到你开心，你很开心呀、啊！第三次彩排了，好开心呀、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是一分钟哭出来的，我必须得超过你。我说你为什么？我努力，我准备要多少多少秒哭出来。啊，真的吗？对啊。我也不记得了，我记得那特别清楚，那时候你们干什么，我都要跟着你们。对、啊。他们跑步，我也要跑。跑吐了是吗？跑吐，你还记得吗？使劲吹牛牛哥，过来给我跑吐了。然后他们说我特别恐怖，说我边跑边吐。听小丽他们说的。是吧？然后说地上就我吐一吐的那个痕迹啊。你就很逞，你从小就很逞强，很逞强。记得什么我就啊。然后你每次特别认真，一碰我就啊。然后你每次还特别认真，我说你不用，不行不行，还酝酿。有一天自己坐在草堆里，自己在那酝酿了很久，哭的老伤心，很难哭。我现在不行，我现在已经是铁血男人，流不下一滴泪了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我伤心，给光，对，给来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磊，现在我已经结束了我春晚的备播带。录制，然后期待下一次正式录制。年三十，希望能有一个好好的发挥啊！加油！现在距离春晚开始还有几个小时？5小时。还有5小时，离我的节目开始还有几个小时？6小时。大概还有6小时。然后现在正在做战前准，不是战前那个会前，春晚晚前准备吧？对，然后现在正在吃年夜饭啊。然后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在吃什么年夜饭。首先就是水饺。咖喱鸡、沙拉、水饺、酱汁、蔬菜、豆腐、酱汁，还有我，就希望今天晚上好好加油吧！春晚加油，春晚加油，加油！哎，天空敞开，我耶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磊，我现在正在前往中央电视台的那个路上，对，小跑步，然后现在就要去，进去之后准备一下就要上台了，差不多都是追梦了。好吧。好看吗？你说我吧。你在干嘛呢？我在看手机呢，姐。在我对吗？叫校长，今天老师你好。看到给我拜年了，能够给你一个惊喜哟。红包吗？谁说的？好吧，给我拜年了。那姐，我给你拜年了，祝你新年快乐。我也是如意。2019，天天开心，心想事成。祝你再长5粒。那不用了，已经够了。真的有红包？真的有。我就给你压在那个枕头底下。
要不流鼻血什么都 OK， 只要不流鼻血什么都 OK。 好，结束了，来行了，我来了。我这辈子梦想就是来到这个地方。啊，太神奇了！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内部，这是中控台吗？这是新闻联播的后场区。新闻联播的后场区。我有问题啊，平时他们主持人跟那个七点半七点那个是在这里对吗？是吧？对面。真行了，我好紧张呀，别紧张，我还要紧张。回家过年，走吧。工作结束了，我要回家过年了。对，太好了，真开心，回家过年。还要去那边一趟是吧？好嘞，没事。回家过年了，回家过年了，真开心，这样吧，真开心。哎呀，我是不是胖了？我胖了吗？